放我苍蝇！要落就落在最高的枝头上。我是要娶你，明媒正娶，老牛还就想吃这棵嫩草了。我爱你做我的女。黄培玉，我今天是栽在你手里了，可是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怎么打的算盘。你想把我跟五爷逐出商会，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今天我付出一根小指头，明天五爷你就是一条腿，后天就是师爷你的，大后天就是阿奇，再以后的日子你们谁也跑不了。三爷犯此过错，我作为一会之长，督导不力，理当同罚。我为什么要改变我们的议会形式？为什么要改变大家的排位？我把大家召集在这个桌子面前，就是希望我们大家能缩短彼此的距离，大家能像兄弟一样互相平等，为商会的前途献计献策。过去一段时间里，我跟三爷五爷闹了许多的不愉快，就是希望我们大家能坐在这个桌子面前，可以冰释个人的恩怨，为我们商会的前途共谋大业。废话，能不疼吗？你试试。那咱们回去吧。我不回去，我要喝酒。喝酒？喝什么酒啊？喝外国酒，上次那个跟马尿似的。好。这是不是
戏文里常演的。讲苦肉计呀。阿九，你进步了。哎，黄爷，沁云小姐今天晚上到上海。阿七，今天这件事儿你怎么看？第一，他想告诉所有会众，只要黄佩玉在，依附外国政府的政策就不会改变。那第二呢？第二，他想借此机会告诉会众，顺他黄佩玉者昌，逆他黄佩玉者亡。第三，黄佩玉断三爷手指可谓一箭双雕，既可以给三爷难堪，又可以在所有会众面前强化自己的忠义形象，滴水不漏。滴水不漏啊，这个黄佩玉。老五啊，这两个月我一直在学跳舞。老五啊，我想常人了，我想常人了。阿七啊，我想跟你说，黄佩玉在商会专权之事已成，日后甭说三爷五爷，甚至连我也说不上话了。师爷，我早几年就跟你讲过这样的话了，难道你才感觉到黄佩玉不是常言那样的人吗？只有你了，老七。金盆洗手，告老还乡啊！现在，现在，阿奇和下面几个咱们看好的负责人都成长起来了，还有何力也不错，他们在商会的日常事务中均能独当一面。特别是阿奇，他也成熟起来了。老三，你还打得动吗？我还谋算得动吗？老会长在的时候，你我和老常都还年轻，那年夏天我记得特别清楚，咱们三个拿着三把大砍刀，一口气端了青银帮三个赌场。晚上喝完酒来到了江边，也在这里，你跟老常都喝多了，你们俩争着要做上海王啊。哎呀，后来老常当了王死了，后来新的上海王黄佩玉来了，你我都不服，
半推半就的活着。现在，你的这根手指头也没了。江湖变了，我们都老了。好，现在就走。回乡。回乡。恐怕农事君吃了子里母子里把你心都送一张八宝金屋红开薄薄皮七张黄叶一张手蘑菇香进他来的恐怕农八月半夜里要吃体力手大地为用头衣擦过蚊子把死地将阿沙平将把国把豆沙平把菜鸡牛子擦过蚊子为了死地心蚊子受了这样的伤，你还要再欺负他吗？别以为你是女人，我们就不敢打你。你是哪儿的？老子是浦江商会的。你是三爷的人还是五爷的人？哎，你一个臭唱戏的，知道的还不少啊！哎，你不用管我知道多不多，滥杀无辜肯定是不可以的。你知道吗？你们这么做会影响浦江商会在外面的声誉，你们明白吗？我回家。哎，大哥。听说有人不交保护费，是你还是你？大哥，就是这个女人，都欠揍啊！我看你们是日子过得太舒坦了吧？夫人，你还是赶快走。对，你快走，我们的事我们自己解决。我告诉你们，什么事情都可以坐下来慢慢谈，一定要打打杀杀吗？呀，还挺能说的啊！好，我今天就让你看看我是怎么谈的。给我打！我们快走吧。发生什么事？去看看。是。七哥，是我们的弟兄和几个拉车的打起来了，好像还有个女的出来拦事儿。下车。好。别打了！别打了！别打
又见面了。你受伤了吗？没事儿，你先去忙你的正事儿吧。于哥，你们这是在干什么？这是他们捣乱。到底是谁捣乱啊？你说清楚了，是你们不按规矩办事，还想赖在我们身上。于哥，这事儿交我们处理吧，您忙您的。人都被打成这样子了，你们要怎么处理？实在对不起。忙着轰我走，别是有什么鬼吧？不敢。到底是为了什么事情？就是，我现在说清楚，是保护费的事。就是保护费。是啊，于哥，他们不交保护费，还口出狂言，所以我们要教训他们一下。于老板，他们要提前收我们下个月的保护费，我们不能同意啊。是啊，太不讲理了，怎么能这么做事呢？提前收下个月保护费，这是真的吗？是谁让你们这么做的？你们懂不懂规矩啊？于哥，我们错了，您息怒。太丢浦江商会的脸了。于哥，又不是只有我们才这么做的，谁这么做都是不对的。于老板真是个明事理的人呐，谢谢你替我们主持公道。谢谢于老板，谢谢。还有刚才那位小姐，要不是她，我们就没命了。对，我们浦江商会的地盘，以后不会再发生这种事情，大家干活去吧。好的，谢谢于老板，走吧，走。我会按规矩惩罚你们，你们知道犯了哪一条吗？我们犯了第八条，不可仗势欺人。还有呢？还有第十条，不可殴打妇孺。犯了会规该怎么处罚？按规定，我们会被清除出会。玉哥，我们错了，我们再也不敢这样了。玉哥，你手下留情，我们还有一家老小要养活呢。没有，客气了。谢谢了。刚才的情况很混乱，其实他们也没有真的打到我。是谁让你们提前收保护费的？其实谁也没下这个命令，可是给我们的定额这个月又提高了许多，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呀，所以才想出这个下策。定额提高了？是啊，宇哥，最近一直上调，我们也很难呢。好，我明白了，我会去跟黄爷说的。宇哥，我们错了，您就饶过我们这次吧。好，起来吧。谢谢于哥。今天是看在这位女士的面子上。谢谢。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您应该是长野的太太，我们应该叫你一声嫂子。谢谢嫂子。这什么意思吗？开除李玉，一个下人的事儿，也是他姓黄的应该管的吗？我也没有办法，这是黄爷的命令。分明是跟我过不去。哼，看我不顺眼就直说好了，用得着这个样子吗？他也有理由嘛。李玉两年前就接管经营，可一品楼一直亏。他开除他也说得过去嘛。我在一品楼的时候就亏，他为什么不直接开除我呢？你就不一样嘛。我看一样。黛玉啊，我们也是几十年的老交情了，你听我一句劝，就这样吧。你和他闹，大不了你和李宇都得走，一品楼就完了，那么些人，下人丫鬟先生上哪儿吃饭去啊？黛玉，听我一句话吧。师爷，李玉跟我这么多年，我怎么忍心舍得让他走呢？我看，你跟那个姓黄的小子好好谈谈，他会给个面子的。我不能去，我要以大局为重。大局为重？你的大局吗？
真让我失望。吃饭啦！哎，要不要一起吃、啊？不吃了，来。妈妈，这是你汤。桂嫂，这是我朋友于先生。啊，你好，来坐。啊，来客人了。是啊。于先生，请。怎么一直这样望着我，都不说话的？你改变了很多。你就不想问我点什么？说实话，我刚刚见到你的时候，我连你的名字都叫不出来。把我忘了？怎么会忘？是你的名字在我的心里念过太多遍，真的见到了你，反而说不出话来。六年了，你刚才叫我于先生。是啊，我不叫你于先生，该叫你什么呢？还叫我阿奇吧。阿奇。这个名字我已经很久没有叫了。你知道吗？你离开的时候，我还在医院。等我出来的时候，你已经不在一品楼了。我找过你很多次，也去过很多地方，包括你的家乡。我想，也许你回老家，可是，无论我怎么找，还是没有你的消息。除了这个。你在哪儿找到的？你住过的地方。还记得小时候吗？小玉桂。给我吧，阿奇。可惜只找到这梳子，没找到你。现在不是找到了吗？老天的安排就是这样的。这些年来，你去了哪里？过得怎么样？说来话长，要是说啊，今天晚上都说不完。不过，总算一切都过去了。我懂，现在能看到你，而且是一个很好的你，我知足了。不管怎么样，我们终于又见面了。大哥，请问你有没有笔和纸？嗯，笔，借我用一下。给。气怎么写？力气的气，力气的气，气。啊、哦！嗯，对。谢谢，桂姐，刚才那男的是谁呀？
是不是你以前的那个啊？你瞎唠叨什么呀？那个哥哥好帅啊。哎，小芬，女孩家的不要乱说话。小月桂，哎，宋台主和王嫂来找你。宋老板您好，来来来，来来来，请坐，请坐。王嫂一会儿过来啊。王嫂，请坐。桂嫂，招呼一下。桂嫂啊，哎，上茶。哎，好。哎，赶紧，赶紧。宋老板，找我什么事儿吗？小老板，这是你给我的十块大洋。您，这厂子您不是已经答应租给我了吗？您误会了，台子我没有租给别人。那这钱，你今天令我刮目相看。你挺身而出救了这些黄包车夫，这么多男人都不敢做的事你敢，真是令我钦佩至极呀、啊！就凭这一点我不能要你的钱。宋老板，这事儿啊，一码归一码，这钱您必须收下。哎，你是看不起我？我没有这个意思。你要是看得起我就别跟我争了啊。那好吧，那我这么定了，这钱啊咱一人一半行吗？啊，好好好。哎，小老板，那我就先告辞了。谢谢宋老板。哎，留步。回见啊。哎，留步留步。回见。全叔啊，把钱收起来。王嫂，小月桂，来，我今天来呢是有事情要求你。我知道，您说。我想求你帮我和浦江商会的人说说话呀。浦江商会？我知道你很厉害的，我全都看到了，所以我今天来求你和浦江商会的人通融通融。不要收那么高的保护费了，我们卖菜的能挣多少钱啊？保护费这么高，我们真的只能倒贴了。再说我们做这行的也是靠天吃饭啊，天好了才能挣一点，如果赶上刮风下雨的，真的是没生意可做了。我们小月桂又不是青天大老爷，哪管得了你这么多事儿啊。桂嫂，王嫂，您放心吧，这件事儿我会尽力的，好吗？哎，那就多多拜托了啊。阿奇，有件事儿我想问问你。我来上海之前，在杭州的时候，我听说黄世宗死了，可是黄督军还活着，为什么？告诉我阿奇。我们当时得到消息，原则上黄世宗就是杀害长夜的凶手，可是黄世宗和他的父亲却用一个很有力的证据澄清了自己，所以我们没有对他们下手。师爷也觉得这件事不简单，感觉凶手一定是另有其人，可黄世宗却突然被人杀害了，我才是真凶灭口。那真正的凶手呢？到现在还不知道。江商会一直在追查这件事，我不会放弃任何机会。你住的地方环境太差了。反正这么多年也习惯了，也没觉得什么差不差的。我知道你的性格，但是我还是要问你，有没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的？
谢谢你，什么都不用了，真的。小玉桂，还要我帮忙写信吗？哦，对了，阿奇，我现在已经把大小的小改了，收给我。知道了，知道了。我还没有结婚。我是跟着舅舅舅妈一起长大的。你还记得你父母亲的样子吗？嗯，我记得我的爸爸又高又瘦的，每天太阳下山的时候我就会去地里找他，他会把我扛在他的肩膀上扛回家。我妈妈长得很漂亮，而且她的小曲唱得很好听，她总是会教我一两首，我只要一闭上眼睛就会想起他们俩。其实你比我幸福。为什么这么说呢？真的，至少你还看过你父母的样子，还和他们一起生活过。我连你这样的回忆都没有。没有。真的吗？我记事的时候已经是一个小叫花子了，走到哪儿都被人骂被人赶。小玉桂，哎，怎么还没睡啊？睡不着。哎，他就是你以前提到的那个阿奇吧？嗯。啊，真是一表人才啊！我看呐，他对你没有变心。全叔，这都是以前的事儿了，不要再提了。我见到阿奇，跟他说了，我想找到杀害长夜的凶手。可是我发现阿奇似乎不是很感兴趣。好了，去准备一下吧。好的。桂姐，我先把箱子挑下去了啊。哎，别丢三落四了啊，检查一下。桂姐，哎，中午给大家准备点什么吃的？现在天气热，你给大家准备点绿豆汤吧，多放点绿豆啊。好。桂姐，这、哎、行了，赶紧走吧，省点啊。全叔啊，好了吗？走了吧。全叔，东西都拿齐了吧？啊，啊，小心点啊！桂姐，你看，小班主，哎呀，小班主，小班主，我们等您半天了。你们等我。小班主，昨天多亏了你鼎力相助啊，不然我们就跟浦江商会的人打起来了。你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呐！谢谢小班主。班主，您以后要是想去哪里，尽管吩咐，就是再远，我们也送您过去。不用了，不用了，大家都不容易，不用谢我了。小班主，如一般的各位一起上车吧。这怎么好意思呢？来来 来不要不要不要，上来上来吧，来吧，不要不要，这不好意思的。上车。哎，不要，真的。小班主，大家都是做生意，这样会耽误你们时间，真的不好意思的。哎，这个时候本来也没什么生意，我们都已经安排好了，你就让我们送你一次吧。哎呀，这样兄弟们的心里也踏实一些。叶桂姐，答应吧。就是嘛，是啊，你就答应吧。那好吧，恭敬不如从命。但是啊，你们答应我，就这么一天，大家都是做生意的，我真的不好意思的。我们兄弟都商量好了，轮流接你们去戏台，每天换人，不会误工的。这怎么好意思呢？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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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什么。那好吧，我决定了，以后啊，我们如一般的戏啊，免费请你们兄弟来听，好不好？哎呀，那真是太谢谢了，太谢谢了！来来来，来快来来来来来，上上上，小班主，走吧，上我的，来走。
啊，不要急。再来一场。师傅，这是什么戏院啊？您不知道啊，这是禅宫大戏院，上海数一数二的大戏院，那些老爷太太们都喜欢到这儿来听戏。禅宫大戏院。小班主啊，谢谢啊，把你们送到了，晚上我再来接你们。非常非常感谢啊，记得下回来听戏啊。谢谢，谢谢，好吧，没事，谢谢啊，回见，再见，多谢了，师傅，谢谢啊，再见，慢走啊，再见，再见，辛苦了，再见，再见，好嘞，兄弟们，走，走，啊，小班主，今天人不太多，可能要下雨了，要不今天就不演了，人多时再演。那不行，您看不是还有几个观众吗？不能老让别人等着呀，我去后台准备一下。好。下雨啊。在这里等我。Thank you.
整个世界没有交集，我还为你活在爱里。